就是中秋节，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啊，先祝啊大家中秋节快乐啊，大家在这里呢啊，非常的愉快啊，非常的这个健康。非常谢谢我们董事长还有博爱家园所有的同仁，在每个重要的节日啊，都举办这样温馨的餐会，让大家能够共度中秋佳节。每逢佳节啊，我一定要来这个地方。我来了两年了，好几趟了。我的感觉啊，这个地方非常的温馨啊。因为林前市长在这个地方来给大家做服务性的工作啊，大家过得非常幸福，非常快乐。祝福大家佳节愉快，身体健康，阖家平安，感恩大家，谢谢。陈江山祝福大家中秋佳节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中秋节快乐，谢谢。博爱家园在我们老人区里面是最好的，老人这个安养的地方哈。那我退休以后也是想要来这边住了哈。台大法人基隆市新闻教育基金会在这边祝各位长辈就是佳节愉快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好，谢谢。那另外，今年的中秋节特别不一样哦，今年改用哦，就是我们的麦片跟牛奶礼盒哦。那其实这个价位都比燕饼高，而且吃起来是非常健康。我们所有同仁哦，都期待长辈能够过得身体健康哦，生活品质更好。那这个也要感谢我们哦，黄敏玲黄组长特别找他朋友来赞助的哦，我们非常感谢他。还有我们除了今天会餐之外，中秋节我们午餐哦，还有就是雪梨，今年的雪梨王总特别去买，非常漂亮。那也是他找朋友，还有我们同仁大家来赞助的。另外哈、哦，我们有位董事哈、哦，季武星级董事，他的朋友哈、哦，因为江英江老师，他也是特别捐助哈、哦，20000块作为我们过节哈、哦、加餐用，特别感谢他哦。那以上我代表所有同仁还有长辈们，谢谢我们各方面各界的长官。哦，还有我们所有的贵宾对于外交长辈的厚爱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来，各位长官、各位贵宾，还有我们外交的各位长辈，那今天辛苦我们中秋佳节，那董事长特别带领我们所有外交的工作同仁来接待您，那跟我们各位长辈敬酒。我们家里人的所有的员工啊，工作同仁。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！